5000的东西和6000的东西，如果免费送，你肯定会选择6000的。但是如果让你买，有很多人就会考虑5000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，在你的潜意识里，你清楚的知道，价格和价值是成正比的，但是在现实中，你总选择欺骗。